早餐就吃飽啊。咁有咩搞作咧？呢間係 Liverpool 嘅麥當勞啊，甚少嚟呢度嘅。咁啊，前面呢個兒童樂園，咁睇下外邊嘅花園，外面呢個花園啦，相當靚啊！見唔見？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個卡位。今日翻翻嚟就坐位啊！好啊，多謝收睇，麻煩你訂閱啦，因為呢個禮拜咧都冇人訂閱啊，咁啊，請你高抬貴手訂閱。